欢迎收看小老师陪你教数学。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这个正式的进入集合的这个课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部分啦。好，讨论集合的连集、交集和差集，因为我们在复杂一点的排列组合的问题里面会使用到它们作为讨论的工具，所以要让学生看得懂。那连集的话，就是我们在逻辑里面讲或，在集合里面讲连集。好，那我们前面逻辑的部分，你会发现我没有提，就是它有逻辑的符号哈。A 或 B 是这样写，是尖的，然后我们集合这里下面是圆的，是像 U 这样子。好，那因为我觉得重复教两组很类似的符号比较没有需要啦，就是你们只要上大学念数学系再学。那 A 或 B 就是在 A 集合里或者在 B 集合里的，我们叫做连集。那连集的话呢，下面有附图，这个连集就是这一或啦，其实就是这个在国小或者国中应该也都有看到过这样子。交集是在 A 里面而且在 B 里面，如果这个是 A 这个是 B 的话，可以吗？交集就在 A 里而且在 B 里，就交叠的部分 A 且 B， 可以吗？好，那这个要注意哦，它不念减，集合没有所谓的减，这个叫做差集，就是 A 有但 B 没有的，念一遍 A 有但 B 没有的，你只要能够吸收这个逻辑，你就知道它应该是哪里了。所以如果这是 A， 这是 B，A 有但 B 没有的是哪一个部分？你就会发现是这个部分，就是 A 差集 B 哦。那当然我也可以有 B 差集 A 啊，就会变成下面这个月牙形。那补集就是 A 以 A 的补集就是 A 以外的。我们最前面那堂课介绍的所谓的反面叙述。所以如果是 A 以外的呢， A 以外的就是这里，这就是补集，可以吗？ OK， 于是我们来看例子。如果 S 是 12345678910， 那 A 是 12356B 是 2468， 则 A 连集 B， A 有或者 B 有的，这样子。那如果你已经懂了这个概念了，你可以直接写，你可以直接写。那如果你现在还有一点困惑的话呢，我们下面这个图呢，你可以把它填上去啊。我们填一个这里的，我们填这个看起来比较空的。A 是 12351256， 要注意哦，不要把12356都填这里哦，因为中间有交叠的嘛，所以至少先怎么样，帮我找出交叠的部分。A 有而且 B 有的是26。那你2跟6填上去之后呢，这个旁边这两个就可以补起来了。所以上面 A 有 B 没有的部分是 135， 然后 B 有 A 没有的部分是48，对不对？那外面呢？还有外面哦，不要忘记了，12345678910，可以吗？好，填完了我们再来作答嘛。好，所以这个连集的部分就是12345678，那 A 有 B 没有的是135。那来想一下这两个哦，就老师教到这里了，可以把这个丢给学生想一下，听听看。好 ，A 连集 B 的补集哦，补集嘛，就是不是哈，不是 A 或者 B 在这里啊，不是哦，所以是什么外面的，所以是790。对不对 ？A 交集 B 的补集呢 ？A 交集 B 才怪，所以外面的，所以是13457890，可以吗？这个按个暂停写一下下面的，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给大家看答案。不知道你们画这个文式图哈？如果你没有画的话，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哈，除非你一眼就看出来，我马上就知道，很肯定。要不然你就应该画文式图辅助自己的思考。他说 A 有而且 B 有的是27啊，好，然后说这个 A 差集 B 就是 A 有 B 没有的是345，哎，我这里写错了，345。那这个 A 没有而且 B 没有 ，A 没有就是在 A 外面，然后又要在 B 外面。那它其实就是怎么样，在 AB 的外面嘛，这个可以理解。
那所以 A 没有，而且 B 没有的是110，可以吗？哦，那你留意一下哦，这个题目未必都是刚好1到10，它中间搞不好有漏哦，所以这个看题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1,2,3,4,5,6,7,8,9,10 OK， 这题是刚好的。好，那数一下 1,2,3,4,5 A6 没有，因为我们只剩这个位置啊， 7,8,9 所以 B 有 A 没有的是 6,8,9 而 B 自己本身是 2,6,7,8,9 可以吗？那 A 是这里嘛，所以 A 没有的是1,6,8,9,10。然后我们要来学习那个集合讨论的时候的一些技巧跟一些特殊的规则啊。我们常常讨论的是一个集合里有几个元素啊，就是有几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会有几种方法啊，或者我们讲几率的时候，它占了就是多少种类哈。那这个你我们会写 n of a 哈，这样代表说 a 这个集合里有几个元素。那我们今天如果要讨论的是 A 叉及 B 有几个元素的话，很重要的一点，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错、哦、注意 A 叉及 B 的元素数目、哦、它不是拿 A 的减 B 的，你看这个文式图你就很清楚 A 有 B 没有的部分、哦、A 有 B 没有的部分它不是拿 A 的去减 B 的，因为你中间有重叠嘛，而且你去减这一块干嘛呢、哦、所以 A 有 B 没有的是这个嘛，A 有 B 没有的，那所以 A 有 B 没有的话，其实是拿 A 的去减 A 交 B 的，好，这是很重要哈。那这个连集的话 ，A 连集 B， 这个我们之前学过了哈。A 连集 B 的话是 A 的部分加 B 的部分减掉 A 交 B 的部分，那 A 交 B 就是把哦，你可以说上面这个是指一项啦，你也可以说。中间这个部分是它加它扣掉它们整个就是交叠的部分、哦、A 连集 B 连集 C A 或 B 或 C、哦、它当然也不是直接拿 A 的加 B 的加 C 的，它也是会重复嘛，那重复也是要扣掉嘛，可是要怎么扣呢、哦、我们扣一条这个再扣一条这个再扣一条这个吧，因为这都重复的嘛，但是这样就够了吗？诶，我们可以来数一下，我的目的最后是这整个我都要算到一次，那我如果算 A 的等于说这四块我都被算一次了，再加 B 再加 C， 哇，那这样就重复算很多东西嘛，因为按理说我要的只有每一个都只有一而已，对不对？那怎么样扣掉这一条就是所谓的 A 交集 B， A 有而且 B 有的，扣一个，扣这一条就是 B 有而且 C 有的，再扣这一条是 A 有而且 C 有的，那你会发现这里就变回1了，可是这里怎么样0了，那怎么办？好，加回来，所以要再多补一刀，所以 A 连集 B 连集 C 呢，它就是、哦、ANA 加 NB 加 NC、哦、减掉 A 交 B 的减 B 交 C 的减 A 交 C 的加上 A 交 B 交 C 的，这是三个的这个连集的时候的讨论。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规则，如果 A 包含于 B 的话，则 B 的补集包含于 A 的补集，这是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 A 被 B 吃进去了， A 被 B 吃进去了，所以 A 包含于 B， 那 B 的补集呢， B 的补集在这个图里面是最外面的部分嘛，可以吗？那 A 的补集呢， A 的补集是 A 的外面的部分，那你就会发现说 B 的补给是不是都在 A 的补给的范围里， A 的补给还包括了那个 A 外面 B 里面的那一圈，所以说如果 A 包含于 B， 那么 B 的补给其实是在 A 的补给的这个范围里的。以及很重要的狄摩根定律，这个 A 连集 B 的补给是 A 的补给交 B 的补给，那听起来很饶舌，但是它其实逻辑其实很日常，就是说我如果跟你讲好了、哦、这一次段考你只要数学或者英文、哦、考80分我们就去吃大餐，这样数学或英文只要有考80分我们去吃大餐，然后你考完了吗？我就说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要吃大餐、那代表什么意思？数学或英文
考80分以上就四大才，代表怎么样？就没有嘛，就没有嘛，代表怎么样？代表数学跟英文都没有80分。所以说 A 或 B 结果没有，哎，那代表什么？代表 A 也没有 B 也没有，可以吗？好，那如果反过来，不能讲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说 A 教 B 的补给，好，那会是什么呢？是 A 的补给连及 B 的补给。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你讲，啊，这个数学跟英文都及格的话，我们就去吃大餐，对不对？那结果这一次考完，说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要吃大餐？数学跟英文都及格，不会很难吧？结果你也就是说，不是数学跟英文都及格，不是，那这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有没有及格的，有的没有及格嘛，对不对？所以是 A 没及格或数学没及格或英文没及格嘛，所以 A 教 B 的补给是 A 的补给或 B 的补给，这是连级，连级。那我们来看分配率，这个连级对交集或交集对连级有分配率，这个 A 连级 B 教 C， 它是 A 连级 B 教 A 连级 C。 好像说哇，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样以现实的例子来看，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啊，我们上数学课上一上，有老师来说，欸，想要找人去帮忙搬东西，这样子。那我说，数学80分以上的，数学80分以上 ，A 是数学80分以上，数学80分以上的去搬。对，反正我们说数学课嘛，啊，你80分以上不用听没关系，自己念。那这个结果人数不够，人数不够，所以说或者哦，数学80分以上，或者就说以下的这些人也去，哪些人？男生。然后在那个体那个运动会代表我们班有比田径项目的男生，而且是田径选手的，要搬东西，所以身强力壮也去。数学80分以上或者男生是田径队的去，那结果是哪一些人去？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数学的 A 是数学80分哦，B 是男生 ，C 是田径队，所以数学的去，然后男生而且田径80以上的也去，最后去的是这个部分，那它相当于是怎么样呢？它相当于是数学80分或者男生，以及数学80分。或者田径队，在咖啡色两双圈跟蓝色双圈都盖住的部分，也就数学80分或者怎么样，或者男生又是田径队的，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数学80分或男生，而且是数学80分或田径队的，就会变成数学80分或者男生而且田径队。那反过来说啦，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刚才呢是我先让数学80分的站起来，要去搬东西，发现哇好多，班上因为上次考太简单了，数学80分的人太多了，于是我加了一个条件，男生或田径队的留着，其他的人坐下，这样子。也就是说你要是数学80分的，而且你要是男生或田径队，你才要去搬东西，其他人坐下。那到底最后谁去了呢？你就会发现最后去的是数学80分的男生和数学80分的田径队，对不对？因为数学80分是第一个条件嘛，男生或田径队的才留着，其他坐下。所以后来留着的就是数学，而且数学80分，而且男生和数学80分，而且田径队，这两者都会留在场上，这样子，一个这个逻辑概念。下面这个比较好想象，上面这个就不好想。好，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